Hello， 欢迎大家收看，欢迎带来的游戏流程解说我的世界啊。我们现在玩的叫《忍者风暴篇之多人生存》啊。好吧，上回啊，咱们弄了这一个打印机啊，他把我的钻石块吃了，得了5000多分，然后拿这个能量啊，打印这个能打印方块啊，那我有什么方块还想得吗？我想要钻石，哎，钻石它是这样，你得有个样品，它才能打出来。这有点傻了，那给我来个这个吧，我来点玻璃，我看看能不能打印啊。玻璃啊，给就你啊，给我打印能量4个呀，那给我打印10个吧。OK OK， 哎呦我的妈，我分身术出来了，彪出来一个，帅，很高科技的感觉啊。他要是能，他能刷个钻石块就好了。OK， 他跟那个漏斗啊，他不能起作用啊。可是我就想，我不想自己拿，我就想让他给我拿。那怎么办？别搁这用技能不行吗？哎呀，吵死了，谁呀？哎，卡！别搁这用技能。哎呀，谁呀？烦死了！别搁那界空间里用技能，行不行？出去用，出去用，吵死了。我看一下，这样，然后我需要点儿，不行，我不能这么拿，我这么拿太累的了。别搁这用技能啊，你们烦死了。哎呀，谁呀？卡，是不是有病？别搁这用技能啊，谁呀？这么烦人呐。哎，我真是。哎呀，我去，咱们研究研究啊，看看就是我不动，我就给我打什么，他就给我打什么，老实打是吧？我打算是做个这么个东西啊，那我首先呢需要点这个铁，然后呢我做一个铁轨，对，来一个。哎呀，谁呀？烦不烦？咋这样呢？能不能走？哎呀，我去！你非得我去找你去是不是啊？烦不烦？我看看这样我能不能接一下啊？这样呗。然后呢，然后这个矿车啊，矿车有了，我需要个漏斗。漏斗的话，哎呦，没有木头哎，我开点木头。斧子也没有吗？斧子有吧？有有有。别搁那界空间里边用技能都卡，看不着吗？那那么多任务，你去完成任务不行吗？哎呦我去的！哎呦我的妈，烦死了！这样呗，然后呢，把这个变成木头。哎呀，这什么破烂这么多呀！我去的！给你！不是不是，这个给我，这个给你。好，然后呢，做个箱子。OK， 需要几个箱子？2个吧。然后呢，需要个漏斗，给我来个漏斗。我眼睛瞎吗？我要漏斗啊！它不显示啥意思啊？哦，就没显示刚才。然后呢，给我来个漏斗矿车。漏斗矿车在哪里？在这儿。OK， 看看用它能不能接一下啊？有可能成功，有可能不成功啊。这边呢，用玻璃给糊一下啊，别让它来回串是吧？看没？这样是它可以打开啊，有玻璃也能打开。然后呢，把矿车塞里边，让它动不了，动不了。然后呢，我再放那个机器啊，机器放在它的脑瓜顶上。OK OK， 然后呢，你给我打印点，我看看啊，打印玻璃吧，行。然后呢，这个来10个，做个实验啊，看看行不行啊？啊，开打，你躲开，好像可以了啊！哈哈哈哈，三个，快耶！ Yeah! 哎，我这个小机器，不错不错啊，可以，要什么东西你先得有什么东西，你这烦不烦呢？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啊，这个玩意儿放哪儿啊？这玩意儿放这儿吧。OK， 值钱的东西那就铁，我还需要吗？铁我挺多的了，玻璃掉这儿了是吧？还可以，青金石我也不缺吧？青金石根本就不缺，钻石有，可是这个钻石我看一下啊，我拿这个，我看看我这个能卖不啊？卖不了。火焰，我教你个体术，不用不用，你玩你的，我玩我的。你别烦我啊！我看看啊，武器 OK， 我看一下啊，我现在有天之残卷有3个，有个人的，这个有没有什么人一个，
天地三个，这个忍术咱们还能弄点啥不？我看看啊，忍术天三个人一个有吗？高级点的怎么也得有地人，这是四个的。C 级呢是三个的吗？哦，水浇蛋地天天天地人，我现在就有天和人是不是啊？分元素这个也挺好，地地天没有，人天人这是啥呀？空气蛋大风刃吗？这是天地人群体治疗，这个挺狠的，五格内所有的生命值加 20% 是吧？这个呢贯穿对手，人人地天天人，哎，这个可以啊，水牢术那学这个啊，可是这个是不是浪费了？咱们去打点忍者啊，然后得到那个卷轴，然后咱们再收集点东西啊。那我就先把这个玻璃怎么整这么磨叽，玻璃扔这儿啊，然后呢什么钻石啊全扔这儿吧。这个是可以合的啊，假如说钻石这个啊，我现在分数不够是吧，我把钻石变成钻石块 OK， 然后呢让它打印，它应该是不够啊。那除了钻石以外有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这样呗，你看数量不足了，我刚才他就把我的钻石块咪稀了是吧，剩一个剩玩意儿里边存了5000多，然后我一顿打印没用的。OK OK， 那这个先扔着，我看看有什么方块啊，咱们能那什么一下啊，咱们能这个坑出来这个钻石啊，那咱们就发财了是吧？好，那我现在干嘛？我现在去啊，去打个忍者去吧。哎，谁把忍者的道具盒扔这儿了？有没有忍者？咱们选一个啊，土岩枪这个行，我去打忍者去了啊，打一个吧最好。啊、这是我的小伙伴儿。这是打一个啊，扎死他！哎呦我去！不要过来呀，你不要过来，他打我呢！哎呦我的妈，卡呀！人搁哪儿啊？打我呢吗？打我呢！我的忍术不太厉害呀，我靠死！他搁天上，你看到没？他用的替身术，他又跑，死不死啊？到底？哎呀，我哎呀，过来了，卡呀！靠死他，靠死他！查克拉不足了，别！死了吗？死了！啊，掉的军粮丸，臭不要脸！这破玩意儿有啥用啊？我要卷轴啊，拆那个卷轴就出来东西了啊，你这咋整啊？那我去完成任务吧，顺便就得呗是吧。沙影村在哪儿呢？沙影村在哪儿啊？小伙伴你玩你的行不行？沙影村在哪儿啊？地图我看一下，怎么一卡一卡的呢？沙影村这样啊，哪是沙影村呢？都是叫什么土之国、雷之国、火之国之类的。风字是沙影吗？我不知道啊。哎呀，那我们看一下啊，是这儿吧？沙影吗？我能干过他不？我查克拉不多。别打我！死没死？掉了破衣服，扎死你我！弄死你！快卷轴给我！哎呀，卷轴！哎呀！你干啥？找死！我不让你下来！哎呦，查克拉不足了，大哥，我错了！哎呦我去！我去！我扎死你！我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去！替身术，回血！哎呀，查克拉不足了！哎，这咋整啊？这个什么军粮丸不好使吗？好像好使，可是他这个，我吃军粮丸回点查克拉，还不如我那不是都不够他霍霍的。哎呦我去，查克拉不足了，这咋整啊？分岩机，哎呦我去，你会几个？你会几个忍术啊？你耍我呢？哎呦我去，喷火！哎呦我去！我这么厉害这玩意儿，哎呦我的妈，大哥放过我，回血，哎我用忍术的话还费查克拉，没有查克拉我又打不出来忍术，等我一下，我缓一会儿，哎他还回血，那我
那我也回去。哎呀，这个什么治疗术啊，比那个普通的人数用的还多呢。哎，跑了他，别跑别跑，查克拉不足啊，人呢？隐身了他，人呢？哦，搁这儿呢，我离他远点啊。好了吗？好，扎死他，扎死他，扎死他！我去，我去，我去，我去！死吧你，快死，快死！给我个卷轴，快！哦，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！给个破衣服啊！吵死了！哎呀呀，吵死啦！哎呦我的妈！是这个军粮丸好像是可以回啊，可以回。可是吧，是吧？回的太慢了，杀人应该是他们吧？咱们看一下任务就知道了啊。是击败三个了已经，我还差两个，我就完成任务了。我查克拉有点不足哎，我还吃那个军粮丸，没有了军粮丸，我换件衣服，这样了呗。那我这玩意儿也分不出来谁厉害谁不厉害啊，看不出来。我这2000的查克拉够不够啊？弄死一个。他好像不厉害，你看，我说不让你下来，死去吧你！卷轴，卷轴，卷轴，掉一个，掉一个，太好了！哎呀，我的妈，宝贝呀、啊！我再把他弄死。这个好像厉害，分身术。哎，别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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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个明显比那个厉害啊！大哥，给点面子呗。我去，这不用连续摁吗？他能扎他好几次，一下两下三下，三下一下两下，你要上哪儿去啊？死了吧，死了死了死了，掉没掉？掉什么玩意儿？掉了个玩偶，杀人的手办，给我卷轴，我整死你吧！谁要你这破玩意儿？两个突进术一级的，那我把它给拆了呗。拆看能拆出来什么卡片啊，分解了是吧，再分，分解成功，分解成啥了？五个天之的天的行吧。我看一下啊，那这样的话，那我得去那哪儿去学去，回家去学去，用那个忍具那个台子，然后咱们得看一下啊，现在有五片天，然后一个人，咱们搁这里边查一下啊。不行，我搁这还查不了，我还得这样到忍术这边来查。三个天是吧，我不是五个天呢，我看我能不能学个厉害点，通灵，通灵我也不会啊，五个，那就这个呗，仙术，A 级的 S 级的更厉害吧是吧，谁来了？由土转生，地我是一个都没有，地术，哎呀你怎么又上我这儿来了，卡，哎呀你能不上我这儿来不，哎你们都到我这儿来了，卡呀，你们来干啥来了，哎你们我这儿来的主要是，哎呀你们别闹了行不，谁摁的，哎呀我到我家来干啥，哎呀你们是真烦，能不能出去，你们放我箱子干啥，哎你们真闹腾，你们，哎我真是，哎呀我，你们玩你们的不行吗，我正研究东西呢，哎我卡的要死，我真，你们摁他干啥呀，哎我真是烦死了。那我就得我这边做多少啊，哎我真是82641248264 82641124，哎呦我的妈，你们真是烦死了，别摁了，我整一下这个，哎呀真闹腾你们。然后呢用一个按钮啊，好的，这样呗，好了吧，哎呀我，你们太闹卡，哎呀我去的，能不能不捣乱呢，我研究东西呢，这个捣乱劲儿，我研究到哪儿了我都忘了，真是烦人，哎呀我的妈，气的我真是。我看一下啊，那我现在有五个天的那个什么啊，五个天卡片，那我这还没研究完呢，我现在创造模式。哎呀你们玩你们的吧，别闹了。这闹挺，我看一下啊，那这个的话是五个卡片的， S 级是六个卡片的，没有天天天天人。
天天人人人，耗费五千，顺雷术，花木借将，这又是啥呀？全是地，我不要地，终极之报，地人人人人。我挨个查吧，天属性的少吗？哎呀，人人差俩，红云组织的那个忍术啊，这个暴雨插针吗？封印术，人人地利，这是与来自六道班的特殊忍术，用于开启条件六道模式。哇，这个帅的。好吧，这两个我都有啊，模组都装完了，给小伙伴花钱买的。嗯，我想要这个，可是我差一个人一个地。这个可以吗？仙人模组有了，通灵六道模式，天人天人天人，体术呢？死门，天天天，哎呀，我差一个好像。六个开启方式，仙人模式呢？人天天人地，尾兽化呢？人人人天，哎呀，我的妈，我整得越来越远了。同术，人天人天天人天人天人天，我。角色还没出来呢，公告没了，那我学啥呀到底啊。扩展包，通灵术，开启通灵术，滴滴滴滴滴滴滴，然后这个呢，这些都是怎么得的啊？喷我看看啊。哎呀，别搁这用那个忍术啊卡。哎呀，你们烦不烦？我这好多呀。别搁这用啊卡啊，我真是烦死了，真。